今天再开一个榴莲盲盒，哈，这榴莲涨价了，差不多30块钱一斤了。这个花了140块钱，但是这个应该能挺好。这是第五个了，我猜。哟，挺好。吃上瘾呢，这个东西越吃越爱吃。还行，没有熟的太那啥了。哎，水果店里说涨价了，你们那边涨价了吗？你们都多少钱一斤呢？这就没了吗？就这点吗？有点少吧，没了。看这些也不少哈，还挺多，赶紧吃一个。我天哪，太好了。我猜这是第五个了，我四个，一个都没热门。甜的。那核老小了。